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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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法地，叫法地。 外臣叩见大王，请起。谢大王，讲啦，赵国出咗咩事？魏国嘅元帅庞涓率领10万大军进犯赵国，国都邯郸，危在旦夕。你系嚟请救兵嘅？正是。寡君话，如果大王派兵解救赵国之难， 寡君将献俾大王3座城池。庞涓屡屡率军进犯他国，实在可恶。寡人有意派兵解救赵国之难，但系唔知朝中大夫意下如何吧？赵李使者，你先喺寡人嘅宾舍住下，等寡人同朝中嘅大夫商量之后，再作决断，点啊？ 好啦，外臣等候大王嘅决断。告辞。各位贤臣，你哋话， 救赵国对寡人嘅国家有利，定抑或唔够有利呢？大王，唔够赵国有利。点解有利？邯郸乃赵国国都，赵国肯定会不轻易放弃，必然同魏国以死相平。魏国即使攻破邯郸，亦都将元气大丧。咁样，魏国对我哋齐国嘅威胁就会减轻。 大王，如果派兵救赵，两军必然有场血战。唔好话齐军唔系魏军嘅对手，如果系魏国嘅对手，亦都会两败俱伤。因此，臣以为不救赵国有利。嗯，上国讲嘅都有道理。大王，上国嘅讲法，微臣不敢苟同。微臣认为， 救赵国对我齐国有利。利在何处？赵国同埋齐国都系魏国嘅共同敌人。赵国如果灭亡，魏国就会全力以赴对付齐国。咁样，我齐国嘅威胁咪减轻咗，而系加重咗。如果大王派兵救赵，令到赵国免于灭国之灾，赵王必定会终生感激大王。咁样， 魏国进犯齐国，赵国就会全力相助，令到魏国首尾难顾。魏国就唔敢贸然进犯齐国，所以话救赵对我齐国有利。嗯，田将军讲嘅更有道理。大王，田将军讲嘅固然有道理，但系唔知大王有冇谂过？ 齐军数次败喺庞涓嘅手下，如果再喺异国他乡再俾庞涓打败，不但救唔到赵国，仲会全军覆没啊！嗯，冇错。大王，相国讲得几啱嘅，大王即使派兵救赵，亦都未必救得赵国，仲系唔救赵国为好。大王， 微臣都赞成唔救赵国。微臣都赞成啊！大王，如果唔救赵国，赵国必亡，赵国灭亡，齐国亦都不存在。田将军唔好危言耸听。赵国败咗，我哋仲可以同楚国、秦国、韩国以及燕国联盟，魏国灭唔到我哋齐国。 相国，唔知道你系真糊涂啊，定系假糊涂啊？呢次魏国进犯赵国，你所讲嘅呢几个国家都系因为惧怕魏国，唔敢相救。
第二日如果魏国进犯齐国，唔通佢哋就唔怕魏国啦？田将军，我唔系糊涂，你嘅话我都明白。不过你率领嘅军队唔系庞涓嘅对手，点可以救到赵国啊？我可以出让军权，等有才智嘅人带领军队。呢句说话你早讲啊，而家讲迟唔迟啲啊？情急之下，唔好话揾唔到呢种人，即使揾到，佢都唔系庞涓嘅对手啊。我能够揾得到呢、这个人，佢一定能够打败庞涓。大话个个都识讲噶啦。佢就系孙武之嘅后代，孙子兵法嘅传人，佢叫做孙膑。哇，孙膑，孙膑、啊、听过未啊？未听。孙膑，点解我冇听过呢个人啊？咁只能够讲你系孤陋寡闻。大王，微臣举荐孙膑为大将军，佢一定能够打败庞涓嘅。你讲嘅正合寡人之意，你速速请孙膑入宫。遵命。田将军，你等着。大王仲有何吩咐？寡人同你一起去请孙膑。草民拜见大王。孙膑，寡人亲自来请你啊。大王亲自来请我，草民诚惶诚恐，只是草民同大王有约在先，不做大将军，只做军师。嘿，军师无权指挥军队，先生的才智难以发挥，寡人不放心。我了解田将军，田将军好善于听取他人意见，如果田将军做大将军，草民的才智照样可以发挥。孙先生，我已经当着众大夫的面同意交出兵权，如果再做大将军，岂不是出尔反尔？你不要再推迟了。田将军，我不是推迟，做统率全军的大将军应该有威严。我有陈泽，如何统率全军？大王，还是请田将军做大将军，我做军师为妥。好了，就按你的意思办。不过寡人有言在先，征战大事必须听从军师的意见，如果再败于魏军，军师和田将军同罪。草民明白。先生既然是军师，就不要再叫草民了，应当称臣。微臣明白。大王，请到微臣寒舍歇息，请。钟离姑娘，我估计庞涓撤军之时，我已经到了桂陵一带。你得到庞涓确切的撤军消息之后，立即到桂陵一带寻找齐军的营地，我在营地入面等你。好，知道了。君子，赵国使者求见。请。是。先生，那我先走了。事关重大，一路小心。我知道。孙先生，你仲认得我吗？你是赵国的商人赵离，在魏国的客栈。哦，原来你就是赵国使者，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孙先生，庞涓点都想不到指挥齐国军队是你啊！他更加想不到我不去赵国，而是去魏国。嗯，咩话？你不去赵国？没错。邯郸之围点解？如果齐军千里迢迢直奔赵国，疲惫之师难以取胜，咁样不单止救不到赵国，齐国也都自身难保。我而家将军队开往魏国，魏国空虚，庞涓必然撤军，咁样邯郸之危咪就解咗啦咩？咁如果庞涓唔撤军呢？齐军威胁魏都大梁，
庞涓不敢不撤。如果齐国军队对大梁尚未构成威胁，庞涓此时已经攻破邯郸呢？如果邯郸真系咁脆弱，唔使等到我哋到赵国，庞涓嘅军队就已经攻破邯郸啦。孙先生，我睇最有把握嘅办法仲系去赵国，咁样齐赵两国军队里应外合，庞涓必前。最有把握嘅，往往系相反。你放心啦，我一定令到庞涓撤军就系啦。你系咪害怕庞涓啊？我不单止唔怕佢，而且仲有把握战胜佢。讲得好听，依我睇，你仲系害怕庞涓。你唔使激我，激我都冇用，我唔会改变主意嘅。告辞。先生，你有冇简令啊？我冇啊。军师有令，冇佢个简令，任何人不得离开营地。胆小鼠辈嘅命令，我唔服从。几多？你咁样系咩意思啊？你哋军师害怕庞涓，佢嘅命令我唔听。乱咁讲，军师如果害怕庞涓，佢就唔会率兵去赵国解个邯郸之围。你哋唔去赵国，而向魏国。边个话噶？你哋军师，你咁系对军师嘅污蔑？污蔑系佢亲口讲嘅。如果唔系呢？你杀咗我啦！好，你等住嚟。军师，听人讲话你唔打算去赵国，系咪真噶？你问呢个做咩啊？我想知道。依家仲未到你知。哼，你系怕我知道？唔系怕，呢个系用兵之道。哼，我从来冇听过你咁样用兵嘅。好啦，咁我就话俾你听。孙子曰：将军之事，静而忧，静而治，能与时卒之以谋，使君无知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时机未成熟的情况下，将军的计谋是不能够跟下属说的，否则下属就不能够不折不扣地按照将军的计谋行事。你的计谋我已经知道了，你是想去魏国，不是赵国啊。是又怎样？你又害怕庞涓，虚张声势，不敢去赵国，真是丢晒我哋齐国人的面啦。边个话的？我话的，我啱啱讲的。嚟人，再拉佢出去，杖刑三十。孙膑，你好大胆啊！你都唔睇下我系边个？我话俾你听，我系大将军堂弟，齐国嘅功臣，身经百战，杀敌上千。大王见到我都俾面三分，你夠胆打我？你太唔自量力啦！唔理你系边个，你无视军师就应该打你，拉出去杖刑四十。你哋咁拉出去杖刑五十，为连计斩。田长君啊，对唔住啊，如果唔系杀我哋噶。孙膑，你胆小如鼠，丢晒我哋齐国人嘅面啦！孙膑，你胆小鬼啊你！孙膑，你这个胆小鬼，你要丢晒我哋齐国人嘅面啦！住手！田将军，咩回事？孙膑怕庞涓，唔敢去赵国。我责问佢点解唔去赵国，佢就对我动用杖刑。如此胆小鬼，点能够做军师？走，我哋去揾大将军。冇错啦，
揾大将军都冇用。大将军同我一个主意。你乱讲，大将军唔系嗰啲贪生怕死嘅人。呢个唔系贪生怕死嘅问题，系军队嘅作战秘密。狗屁秘密！你唔去赵国，同边个作战啊？同边个人作战？唔系你该问嘅。我就系要问。我劝你仲系唔好问，否则仗人嘅滋味唔好受嘅。就系死刑，我都要问个明白。嚟人，有仗刑30。系，我睇下边个够胆喐我一根毫毛。大胆！你竟敢用兵刃威胁军师，军法不容，拉至营门斩首示众。你哋个个都想死啊！死都过俾人哋指住搬一骨，话胆小鬼。孙膑，你必须同我哋讲清楚，点解唔去赵国？我正话讲过啦，呢个唔系你哋该问嘅事。你唔讲就系怕庞涓，你呢个胆小鬼唔配做军师。我哋就系要揾大将军罢免佢。冇错，揾大将军，揾大将军。唔使揾啦，我嚟啦。大将军，军师佢唔使讲啦。我都知道啦，一切按照军师嘅意见行事。呢个大王嘅旨意，将曹将军拉至营门，斩首示众。系，少将军手下留情，饶恕曹将军不死。军师，曹将军系因为田国得罪咗军师，军师要杀就杀田国啦。田将军，当你的属下违背军纪，你不以军法处置，能维护军纪的尊严吗？当你发出命令，这个命令是没有错误的，你却要收回，那不能够影响军令的威严吗？一个军队，军纪不严，军令不威，一个军队能够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，能够战胜庞大敌人吗？将曹将军拉至营门，斩首示众。军师。军师，你应该把围魏救赵的目的话俾啲将军听，咁样今日的事就不会发生噶啦。曹将军都不会死啊！大将军，如果将围魏救赵的目的话俾大家听，人多嘴杂就会走漏消息。因此我们必须隐瞒我们的真实目的，摆出一副真正进攻魏国的架势，所以要封锁消息，才能够隐蔽突然出现在魏国。庞涓是一个会用兵的人，去用声势他不怕，他怕的就是隐蔽突然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大王，孙膑带着兵去魏国了。赵离使者，孙膑对寡人讲过，他是围魏救赵啊。大王啊，围魏救赵完全是异想天开，庞涓根本不会上他当。孙膑的真实目的是想借大王之兵报他的私仇。
大王，如果赵国被庞涓征服，他就会回军齐国，齐国亦将难保。大王，救赵不单止是为了赵国，而是为了齐国。魏国一时强大，即使是一时空虚，孙膑亦都难以如愿。如果庞涓攻破邯郸，立即回军，齐军忧矣啊！寡人即刻派人命田忌停止讨伐魏国，带兵前往赵国。驾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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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驾！军师，大王有令，要我哋停止讨伐魏国，立即前往赵国。作战部署一旦确定，最怕就系咁样反复无常。如果唔去，大王怪罪落嚟，我哋唔好交代。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话可以咁讲，但系大王最忌讳就系将军唔听佢命令。大王之命系救赵国，我哋只要令到庞涓撤军，就唔好违背皇命。大将军，大王归罪落嚟，一切罪责由我担当。唔得，一切罪责由我担当，我系大将军。唉，军师，驾驾驾驾驾！大王，边城传嚟快讯，齐国大军避开边城，偃旗息鼓，进入咗我哋魏国，直奔国都而嚟。齐国想点啊？微臣认为，齐国想乘庞元帅讨伐赵国之机，攻打大梁。佢咁，寡人调庞元帅翻嚟，等佢有来冇回。大王，攻克邯郸指日可待。如果此时调庞元帅回兵，将前功尽弃。如果唔调庞元帅回兵，何人嚟阻挡齐国大军进攻啊？齐兵数次败于我哋魏国。他们没有胆量进攻大梁的。那齐国大军奔大梁而来作何解释？他们是虚张声势，乘机夺我边城啫。如果不是呢？可以一试啊。点试法啊？明边城的军队沿途骚扰，齐军必然暴露企图。好，这个主意好，就这样吧。军师，我哋遇到魏国军队嘅袭击，田将军要我哋翻嚟问下，要唔要消灭佢哋？唔使理佢哋，继续前进。系，走。大王，齐国大军不顾边城袭扰，而系继续向大梁逼进。大王应该召翻庞元帅翻嚟。大王，仲系等阵先啦。等到何时啊？难道等到齐军攻大梁，再叫庞元帅翻嚟？我总系觉得齐军唔系为咗大梁而嚟。唔系大梁为乜嘢啊？我一时都讲唔清。讲唔清就唔好讲啦。大王，再犹豫啊，大梁就危险啦。好。攞上寡人的兵符，骑快马，传寡人之命，令庞元帅立即回兵，保护大梁，消灭齐国军队。遵命。驾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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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驾！讲啦，大王有咩命令？齐国军队正在逼近大梁，大王命令元帅速速回师。你去回禀大王，我攻破邯郸，即刻回师。庞元帅，等你攻破邯郸以后再回师，咁大梁就难保啦。齐军之意唔系喺大梁，齐军之意就在大梁，
他们一路上烟旗息鼓，与边城守军的骚扰而不顾，直逼大梁。这个就是乘元帅未回军之时攻破大梁。你说烟旗息鼓？这些都是边城将军所见。如果是这样，齐军之意真是在大梁。齐国的大将军是不是田忌？啊，听说是。田忌，他根本就没这个胆量。田忌虽然数次败在元帅手下，但是他想乘元帅不在这里的时候攻破大梁，以示前耻，简直是发梦。如果我回师，他就难回齐国了。元帅所讲极是，所以大王请元帅速速回师。但是邯郸指日可下，如果此时回师，岂不是前功尽弃？邯郸虽然未破，但是元帅屡败赵军攻入赵国腹地，赵军屡战屡败，赵国已经成了惊弓之鸟。元帅这个时候回师，歼灭齐国大军，然后伐齐，齐国将无招架之力，齐国冇咗啦。咁赵国亦都俯首称臣啦。讲得啱。来人，元帅，传令八营会师。元帅，唔打邯郸啦？打唔打系我事，你嘅事系传达我命令。系。诶，等等，元帅有咩吩咐？话俾你将军听，静静行动。我亦嚟一个烟旗息鼓。系。军师，好夜噶啦，快啲翻去。再等阵啦，钟离春就快翻嚟啦。如果冇庞涓撤军嘅消息点办？咁就将计就计，攻打大梁。啊！大梁城池坚固，易守难攻。再者，我哋腹背受敌，如果攻城唔下，反被敌人所制。正因为如此，我哋先有把握攻破大梁。军师，你嘅说话我明白。孙子兵法话：投之忘地而后存，陷之死地而后生。我哋进攻大梁，冇退路啦。不胜则亡，全军将士必然拼死奋战。我哋有十倍于地，大梁岂有不破之理？嗯，有道理。一旦大梁破咗，庞涓唔想撤军都要撤军。好，再冇庞涓撤军嘅消息，我哋就攻打大梁。冇错。系佢啦。咦，先生，庞涓佢哋撤兵啦。庞涓一向轻视齐国，呢次回师必然兵分两路。我估计庞涓会随住先军直奔大梁，我哋喺佢嘅必经之路桂陵埋下伏兵，打到佢措手不及，庞涓必败。军师，我与将功补过，等我第一个迎击庞涓。你唔得。军师，你信我唔过啊？你可以问下大将军，我田国作战一向将生死置于度外，勇敢杀敌，从不后退。呢个我相信。我唔放心嘅系，你能唔能够按照我嘅部署作战？能。军师，你话啦，你要我点打，我就点打。我要你败。咩话？败？冇错。第一个迎敌庞涓嘅人一定要败。咁样先至能够将庞涓引入我哋嘅包围圈。军师，我明白啦，我败，一定败。不但之败，要败得似好似真败咁样，唔能够等庞涓睇到破绽。我一定做到。好，咁就叫你第一个迎击庞涓。系。
车缓慢追，一个都唔好留。系。盾牌上前，攻箭在后。系。好，前队捉后队，后队捉前队，撤。庞涓，你走唔甩噶啦。你系边个？点啊？连你师兄都唔认得啦？你唔系我师兄，我师兄已经死咗啦。你见到孙先生嘅尸体咩？这个是金蝉脱壳之计，你现在明白了吧？雕虫小技，让你得逞一次，那就再得逞一次，这次叫做围魏救赵。庞涓，你已经被包围了，放低兵器，束手就擒，否则死路一条。你简直发梦，你们齐国军队草包一般，挡不住我。那再试下吧。
大将军，军师，头次魏军几乎全军覆没，只有庞涓走甩咗，冇军师嘅命令，我哋唔敢去追。如果去追，佢丑唔甩噶。军师，大将军，你都落命令啦，依家去追仲嚟得切噶。唔得，唔能够追，应该迅速撤军回国。军师，我哋打败咗庞涓，魏军已成惊弓之鸟，如果乘胜追击，必胜无疑。点解要撤军啊？系啊，依家追仲嚟得切。我哋要将魏军杀得片甲不留，点解要撤啦？庞涓嘅先头部队虽然败咗，但系带住人马仲未受挫，要想打败魏军并非易事。另外，我哋深入魏国作战，不宜久战，否则就会令到军队疲惫、锐气挫伤。军师，我哋明白啦，迅速整顿军队，撤兵回国。系。谢大王。谢大王。围魏救赵是三十六计中的第二计。此计就是来自孙膑救赵的故事。这一计的意思是攻打正面强大之敌，不如迂回到敌人虚弱的后方，迫使敌人退兵或者分兵，然后寻找机会消灭敌人。孙膑运用此计，既救了赵国，又重创了庞涓。庞涓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要知后事如何，请看下集《擒贼擒王》。